哇，你安尼搞呢？哦，市长卖功德道，连看都没看过。<笑>好哇，三面哦，啊，嗯，平生大，你嘛有一个好啊。<笑>好，请坐来。那个，台南市建兴国中赖群茂、宋伯承两位同学参加2016年国际国中科学奥林匹亚比赛，摕到了金牌。1月12号专程来到台南市政府，把这份荣誉献给台南市。那时候站在那个，就是可以站在48个国家前面，然后举着台湾的国旗，而且带着一面金牌，觉得很骄傲，也很兴奋。对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。嗯哼，一辈子会记得这一刻。对，一定会记得。就很开心啊。我们建兴国中赖群茂同学啊，宋伯承同学，他们代表国家来参加这一次的2016国际国中科学奥林匹亚的竞赛。啊，除了获得多面的个人奖项的金牌之外，更难得的是啊，打败了全球40个国家以上啊，230几位的选手以上，我们获得了这次大会啊所提供的2个特别的奖项，一个是理论奖，另外一个是总成绩奖。先恭喜群茂啊，恭喜伯承，非常不容易能够在全世界最高端的科学竞赛里面得到金牌，不仅仅是台南之光，更是为国争光的台湾之光啊！恭喜你们，非常不容易。那你们的成绩也代表着我们台南市啊，在科普教育里面的成果啊，我们的水准呢，可以跟国际上大家来互相较量啊，而且我们不输给他们。老师长讲，伊希望两位同学学习成功的这个经验，会当来提供予其他的同学做参考。同时，伊也和同学来分享伊的经验和做市长的座右铭。我跟你们分享：诚实、务实、踏实。其实你自然会想到，没有错，这是我的座右铭。啊，这是我的座右铭。我当市长也是这样治理这个城市，就诚实面对这个城市。有什么资源，有什么弱点，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去克服。那第二个呢，务实的拟定计划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说啊，就是为了一个口号啊，本身市政府或台南市没有这个条件，然后呢跟市民去宣布啊要做这个，要做这个，其实到最后都做不到啊。我的座右铭也分享市长担任市长面对这个市政做事的方法啊，你们都是顶尖的人才啊，那个布袋戏说的“功夫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”，那特别啊分享一下市长的座右铭，然后做事的态度给你们参考啊，给你们参考啊，希望。能够给你们一些帮助。OK， 好了，各位看一下前面哦，来，有一点了。那市长给你们按赞这样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其他贵宾比一个赞哈、哦，来，3、2、1。